花好月圆人团圆。这是茅台全美总经销大文行酒业在纽约时代广场巨幅屏幕上献给美国人民元宵佳节的问候，也让海外侨胞再次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浓浓的温情。八七天成的中国茅台酒以它纯净透明、醇香馥郁、优雅细腻、入口柔绵、酒香浑厚，在中国流传了800年。而今它又带着自己的骄傲，带着飘香万里的气势走向了世界，被列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在纽约时代广场这个全球商业文化中心把自己呈现给美国，中国茅台飘香世界。在美国，作为茅台酒的全美经销商，大文行酒业总部就坐落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均有分公司。负责人张瑞群先生对茅台酒的热爱，让他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经营茅台酒是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传承。大文行酒业30多年的历程，不仅是让中国名酒走向世界，更是以美酒为载体传播中华文化，产品的优秀品质和公道的价格使得大文行酒业深受消费者的信赖。全美电视台记者纽约采访报道。